泡个两三天就能吃。大家好，我是欢子，千真万确我们来到了四川广元，今天小米姐教我们做一个泡菜。这边的泡菜除了萝卜还有其他的吗？那个豆角，生姜、芹菜，这些都可以泡。包菜也可以泡。做这个泡菜的时候，放点辣椒、生姜。这里面放了饮用水，然后现在把萝卜放到里面。腌几天可以吃？两三天就可以吃。那蛮快的。切的比较薄。就是把盐放上面，就这样把它密封好了就行了。这个是之前腌制好的萝卜，然后让欢子尝尝。我尝尝，应该很酸吧。很脆。但是有点太酸了。就是酸萝卜。这边还有辣椒。辣椒也可以吃吧，这个没多辣。今天小米姐然后教我们做这个酸萝卜，大家可以在家里面尝试一下。做好了之后也可以生吃啊，也可以把它切成一条，然后炒其他的肉什么吃啊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请关注欢子TV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想看更多精彩视频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欢子TV。